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所以我认为人世间每一件事情啊，你都要去思维它的道理，这一点是我的很好的特点。所以我爸爸给我一个东西，我一定会去研究它，要去思考它，它怎么来源，养成这个习惯了啊。我看一部电影，我一定很认真，带女朋友是没办法的，吵来吵去也看不下去啊，不带又觉得你干嘛同性恋啊，一个人看啊。那只好带一个看，讲好不要讲话啊！看电影要专心啊，因为我要很认真进入电影的每一个境界，做男主角、做女主角啊，我同样融入。这个叫什么？来，第一人称，给我养成习惯。所以我这个人看到经典就会融入了，看完《地藏经》我就会发愿要出家，因为看《地藏经》我就完全在学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就已经进入你的心了，已经撞击你的心了。这个叫深入经藏。不管各位读心经、读六祖坛经、读华严经，你要把这个经典，因为经典的每一个字是佛陀用他累世的血跟泪所整理出来的生命的结晶，所以你要用生命去看经典，而且不是为你而看。因为我读完《地藏经》，我才知道我妈妈这辈子为什么要苦，因为她不相信因果，她没有机会去读《地藏经》，甚至她对轮回、对杀生，她完全不理解，所以她一定要受这个苦。就像我妈妈后来好了，我讲《地藏经》给她听，她也不听，她宁可看连续剧，她对这个没兴趣，啊。所以一个人愿意看经典，愿意念嗡嘛呢叭咪吽，乃至看到一个佛像就很喜欢拜，这一定要百千万劫种善根。所以我想各位在这种末法时代，而且各位生活在澳洲，澳洲对我们佛教是边地，它是生活的地方，但是不适合修行的地方，因为这边可能我认为出家人可能不多吧，甚至像我这样蜻蜓点水不算修行。修行你最好经常亲近寺庙，你知道他们怎么吃饭的，他们怎么生活的，他面对到很多人世间的生活上的事情，他用什么心态，你要从这个去修。所以我觉得各位有机会，你
你真的想修行，你要回到国内的寺庙，或是国外的哪一个寺庙去住啊？住一两个月，可有两种可能，可能你会一辈子恨佛教。哇，里面出家人这么糟糕啊！你会看到他的缺点，那是你心的问题啊。我觉得修行的特点是什么？最脏的本质也是最干净的，这叫修行的本质。再坏的人也有佛性。今天一个人什么伤害你，你看到都是他的佛性，而你不会去讨厌他的缺点，他的缺点反而是你升起悲心的助缘。这个叫你开始修行了。也就是说，妈妈再怎么坏，儿子再怎么坏，你依然不会放弃他，你爱他。那你要准备这个心，你来修行可以。如果你没有准备这个心来修行，你看到经典，然后呢，用经典做尺去量别人那个对那个错，完了，你开始伤害佛教，也伤害到你自己，最后你会变成佛门老油条，又难吃又难看。为什么？因为你看了太多的缺点。为什么？有一个不好的善根叫忌缺点，了解吗？我们修行人是，各位要做到，再怎么坏，它的本体还是可以成佛；再怎么脏，它本体还是清净的。那各位要开始练习这个。当你内心觉得对方肮脏不好，哎呦，我离开佛性啊！所以佛陀讲空性，念一下，一切法毕竟空，打你、骂你、大便、钻石的本体都是清净的空性。念一下，众生皆有佛性，老公有佛性，老婆有佛性，小偷也有佛性。所以有一位大师叫开悟，叫什么？原来狗有佛性，开悟了。灵隐寺慧明法师，大陆的灵隐寺的以前开山住持吧，原来狗子也有佛性，开悟了。所以，因为他看到众生最好的那一面，那众生不好的那一面，成为他悲心怜悯的。我想，你的儿子在吸毒，你不是恨他，你是心为他在痛。真想让他不要吸毒，变好孩子，你不是恨他，你骂他也是因为太爱他。那妈妈的心要变成对待所有众生的心。这个叫修悲心，悲心是感受到对方的苦，那是一种感受，不是一种文字。那这一点，那各位就要开始知道这个怎么去修，而不是说我念了多少遍咒，我读了多少经，我跑了多少道场。那对你，因为你的动机抓错了，抓错的时候，迷信在外在，我的师父，我的上师。师父、上师再怎么好，除非你把他的法、他的心态用在你心里，那才有用。不然，对他，他是他，你是你，没有用。所以佛法入心，你要把地藏菩萨放在你心里面，你要把观音菩萨放在你心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去想到众生的苦。如果你用你的凡夫的想法去看别人，对对错错、斗争、批评，但是你用佛的心去看对方，你要用佛的心看，你才感受对方虽然对我不好，但是他的佛性依然在。他越对你不好，你越疼他，而不会讨厌他。这个叫修行入心了。所以我不太会问各位修什么法门，修哪一个宗派、显教、密宗。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佛法对你这个人的心态有没有改变？所以我师父经常叫我去监狱。我为什么喜欢去监狱？他们白纸一张，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事情，现在有一点苦困顿，这个时候正好我们去爱他。如果他在外面，那是他理你，他不跟你讲话的但是现在在里面，他有一点苦，你可以用爱去感动他。所以我常跟他们说，
我是个出家人，没有感情，没有房子，没有钱，但是我唯一的快乐，慈悲是我的财富。我唯一能够给各位的，就是告诉各位，不见得要出狱才快乐，在这里面好好爱这里面的同学，啊，甚至你可能被冤枉关进来的，或别人害你，本来你有犯罪，把你举报出来，你都不要恨他，没有恨的心才是你的财产。那我们只是想要显现这个，原来没有钱可以快乐，没有头发可以快乐，啊，没有爱情可以快乐。那各位在想，请问是有快乐还是没有快乐？请问是有快乐还是没有快乐？虽然有，但心里没有，这样可以的。不执着，不是叫你全然没有，不执着，有而不执着，佛教叫空。你有钱，但是不要做金钱的奴隶，用这个钱来孝顺父母，来帮助贫穷，来帮助任何做好事，任何宗教都可以。那你成为金钱的主人，很有意义的。所以我想各位不要太执着世间的欲望，真正的快乐是在内心里面完成，你心里面的快乐。今天用一杯水放在外面给麻雀吃，心里好快乐。就像你把一杯水给你口渴的儿子喝，你那种欢喜没办法形容。你煮了一顿饭，你的家人回来愿意吃饭，吃得很快乐，你心里很安慰。所以各位，请你要慈悲一点啊，不好吃也要装得很好吃，这个叫修行啊！你不要边吃然后翻脸。所以我就吃到不好吃的餐厅，我也会吃吃吃，吃完以后啊，然后就对他好一点，然后才有机会跟他说：“我告诉你什么更好吃啊！”因为你希望对方进步嘛，因为你不能舍弃对方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是，这份心我们都有，真心想要接受别人、原谅别人、爱人的心，这个是佛性，人人皆有，为什么不用？啊，为什么要藏在心里？明明你可以讲很好听的话，为什么要骂他？啊，所以以前我跟我太太在家里，她就很厉害。他跟别人讲话，我很高兴，转过来，老公，他转过来骂我，然后跟别人讲话，我讲做生意嘛，这边赚钱，看到我就烦嘛，啊，烦是因为我以前我经常看经典啊，我没办法陪他啊，我开始学佛以后，我都在看经典啊，没办法陪他了，很多时间，所以他就会抱怨我，所以生意就交给他做，我就变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了。所以我公司就交给他，钱全部交给他，名字都改给他，房子也改给他，我一心修行，一天看18个钟头的经典啊。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哇，这个女人真厉害，讲电话这么美，翻过来这个脸不好看，哇，我还做不到啊。但事实上我不会怪她，因为我觉得因为她太在乎我了，他知道我要出家，啊，我跟他说我要出家，到出家是2年的时间，这样虐待他，啊，我不是虐待他，我是说前一年我要好好的陪他去寺庙啊，去做很多善事啊，用爱感动他，吃素啊，三皈啊，五戒啊，他都做得很好，啊，那后一年呢，那我就守八关斋戒啊，我要陪他孤独啊。啊！我把隔壁的房子都买下来，我住这边，他住那边。晚上我要锁门，我怕被抢。啊！然后，但是我没有离开他，我还是我像个出家人一样在那边修行。然后他知道我在，因为我要陪他独立嘛。啊！我是用心良苦的。啊！但是我认为很好，结过婚，生过小孩，再来出家。你可以比较了解有家庭的问题、男女的问题、子女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啊，所以我想各位，我讲的这些问题啊，在你周遭都有，
你现在赶快去体悟他们的苦，不要说好在不是我得癌症，下回就轮你了。啊，很简单的意思，今天你在路上看到有人车祸，你赶快去救他，你儿子就不会车祸了，因为你消了那个业，这样懂不懂？吃亏就是占便宜。你看到很穷的人，你明明缺钱了，你还帮助他，那你生生世世不必请贫穷，因为消了你贫穷的业，这样了解吗？所以吃苦当作吃补，各位要这样想啊。所以你要开始学习对别人好，像我师公都教我，你到哪里睡觉，桌子上摆2000块，我师公为什么摆？写个字给小偷说不要乱翻书啊，钱都准备好了啊，你自己拿自己走吧啊。你要跟小偷结个缘，让他都尊敬你，这样了解吗？没白跑这一趟啊。但是如果你看到小偷就想要打电话，就想拿武器，搞不好你就被杀掉。所以各位看到小偷装着睡觉啊，你保护你的安全。所以睡觉前摆一点钱，看得见的放那边啊，然后就这样，因为你不想伤害他，他也不会想伤害。结果你发现你准备一辈子都没小偷来，因为你没那个业啊。所以凡事有准备就没问题。在佛教里面讲，来念一下，面对无常。无常就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好叫无常，怎么会变这样？如果各位开车出去都准备好了，可能会撞死，那就撞不死啊。像我出国我都会写好遗书，所以我每次出国我妈妈爸爸在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讲，因为 我妈妈要我答应他，只要你出国一定要跟他说，我在家就是这样，回来也要跟他说。为什么？他就少一个担心。我妈妈不敢坐飞机的，他说你好大胆哦，他说他看那个会掉下来啊。所以但是我妈妈就用这种心来关心我，他就怕你掉下来啊。但是没办法，所以我一定会，我妈妈既然这样讲，所以我就每次都准备好了啊。但是每次回来我就跟他讲，他第一个就很高兴，嗯，你回来了。那再来，那你什么时候出去呢？在2个礼拜啊，还有要跑了啊。所以因为我是个修行人，我必须到处，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我现在才知道这世界上不是光你一个妈妈。她眼睛瞪我大大的，什么意思？我说我在外面碰到很多我的妈妈。我妈妈还不相信，我的丈母娘做我妈妈的次数超过我自己的妈妈。因为我跟我妈妈长得不像，我跟我丈母娘的脸长得一样。他现在还活着，96岁了，96岁了。你看，女婿出家多好，我天天给他回向啊。但是我不敢去见他，因为见他只会问我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他只问我这句话而已。因为我丈母娘，她怀孕了3个月，她先生就死了，所以她没有先生，她没有先生就生一个儿子。然后为了如此，他怕寂寞，就去买一个女孩子来陪他，叫童养媳，那就是我太太啊。因为这样，所以我娶我太太是我丈母娘来找我。有一天她来找我，她说：“你就赶快娶我女儿吧。”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要跟你住在一起。”我就问：“为什么？”“因为我儿子打我。”我一听，我心里就哇，真的嘞啊。那我就问他，真的他儿子为了追他的钱要打他，因为儿子认为老爸死了，所有财产都是他的，为什么妈妈要扣住啊？那是因为事实上钱是我丈母娘自己赚的，但是儿子不信啊，所以追着他要打，而且很会赌，所以我丈母娘就很怕很怕。他终于相信一个男人，就是我。他跟我说：“你这个人，你看这么会打麻将，心又很好，很难的那个这种人啊。”所以，因为我很会打麻将，他经常在我后面看，哦，这个厉害。
但是会打不见得会赢了。所以我丈母娘常常跟我说，你不要去外面打，在家里打，我看到你就好，输了我来出，他就要看我回家他就好。这就是妈妈，所以叫他看我，他疼我超过他女儿，就是这样，因为我才是他的儿子，这样，这个叫缘分啊。所以他到现在还活着，但是我要经常回向给他啊，但是我不愿意去见他，除非他生大病。但是我有答应我丈母娘，因为我出家以后他就很有一点恨佛教，他最爱的人为什么离开他，所以他就去信别的宗教了。然后信了别的宗教以后，就把我就还跟我说，我过去交给你的钱你全部给我拿回来，你不要拿给你们的魔鬼，因为他说我会把钱布施掉。事实上我丈母娘钱我都帮他布施，我一毛都不用他的钱啊，因为我认为替他修福报嘛，他没有这方面的温的这种因缘。但是我有答应我丈母娘，我说妈妈，等你快往生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来。他说好，因为日本人有，他是日本长大的，日本教育的，生出来的时候是神道教，年轻的时候是基督教，死的时候是佛教，这叫日本啊。因为日本所有往生者，日本人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师父啊，什么时候皈依最好，越早皈依好啊。日本人是死了才皈依，所以你去日本的坟墓看，全部都是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我以前去啊，什么通常是出家人，说不是了，我们日本人要死之前就要花30万日币50万日币，然后就请日本和尚给你一个法号，皈依佛门。所以你埋葬的时候就要一定要用日本名字，那你的小名就写在旁边，你子孙认得就好。这是日本很特殊的啊，但是他们对佛法不太了解，但是他认为就是这样，所以我丈母娘就是这样。所以我有答应，好，我妈妈你往生了，我一定来回来帮你助念，带你去极乐世界，这样啊。所以当然至少代表一个善根嘛。所以各位，我们华人不一样，那个皈依名字十几个都不要钱的啊。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师父我到底要用哪一个名字啊，我到处皈依啊，今天来还说，师父你今天要办皈依，办哪有不办啊，办皈依啊啊。当然我不是光为人皈依啊，念一下，为往生者皈依三宝。各位我跟你讲，澳洲啊鬼蛮多的，我真的，我们刚来第一天第二天都没办法睡啊。本来澳洲这一片土地的不是人的世界啊，是神的世界跟罗刹鬼的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去破坏它，因为他们有力量。但是佛教里面不会畏惧，佛教是尊重他，你尊重他，他尊重你。澳洲什么最多？袋鼠。袋鼠什么来投胎的？佛教里面的叫罗刹女鬼。什么叫罗刹女鬼？专门带着自己小孩，就像各位听过鬼子母，他自己生1000个小孩，他就要去偷别人的小孩给自己的小孩吃，这个叫鬼子母。袋鼠就是所有鬼子母来投胎的，他们专门去吃别人的小孩。所以他现在投胎做袋鼠，他也有个袋子，这个袋子干嘛？都要生过去他偷了别人的小孩，他吃掉的别人的小孩都来投胎做他的小袋鼠，要保护他。以前你专门伤害别人的，现在你要保护他，这是他的业报啊。所以那他们就在那边，他们的暴力啊。所以那当然如果你了解这个，你会觉得对他们很同情。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所有被吃掉的小孩，嗡啊吽。因为古时候罗刹鬼都是穿吃小孩啊，男的罗刹就吃人的血，女的罗刹就找小孩吃。所以我们出家人每天中午都会念，来念一下：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西充满。每天中午都要这样念，因为你不这样念去布施呢，这个世界会大乱。
大鹏金翅鸟会吃龙、吃蛇，啊，罗刹鬼会吃人血，鬼子母会抢小孩子，那世界就乱了。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有佛教徒存在，那你懂得每天中午拿一点点饭，或是拿一点面包捏一捏，有一个老和尚叫我捏成小孩的样子丢给罗刹鬼，啊，或观想男人或观想小孩子满足他们，啊，丢在草里面就对了。丢完以后，那他们就感受到吃到了，再来那些呢野生动物就会把它吃掉了，那这样社会就安定啊。所以这个社会能够安定是因为佛陀的加持，因为佛陀说罗刹鬼遍满世界，佛陀在入涅槃之前故意跑到罗刹鬼的世界，当罗刹鬼抓了人在吃肉的时候，佛陀跟他们讲，你在吃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都不知道啊。那罗刹鬼说，你不要乱讲，佛陀就用神通让他看到他过去所吃的都是他的爸爸妈妈。那这些罗刹鬼说，我们怎么会吃到自己父母呢？那佛陀就跟他们说，如果不是你的父母你吃不到，因为父母欠儿女债还没欠完，所以你现在还可以吃到他的肉。哎呀，罗刹鬼跪下来哭啊，佛陀就跟他们皈依啊，受五戒，希望他们不要再杀人了。但是罗刹鬼就问了，那佛陀啊，你叫我们不要吃有道理，那请问以后我们吃什么，我们怎么办？佛陀说，你放心，就算我涅槃了，我会要求我的佛弟子每天中午布施甘露给你们吃。所以我希望各位每天中午啊，就拿七颗饭也好，一点点，就是要念，或是你不知道就好了。大鹏金翅鸟、罗刹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西充满，把这一块面包啊，或是这几个米啊，或是饭啊，布施在草丛里面就好了。这是佛教徒该做的。到了晚上，晚上更恐怖，那些怕太阳的都爬出来了。所以古人说晚上不要剪指甲，为什么？因为鬼他没办法剪指甲，他爬出来就咔咔咔咔都是指甲味道 的声音，所以你咔剪指甲，全部鬼都会跳起来。为什么？鬼怕鬼。哇，这更大的鬼来了，这声音那么大声，咔。所以我小时候都被教了，我小时候只要喝汤，咔一声，我妈妈就打一下。因为老台湾人他们都有这个传承，晚上鬼吃饭，吃饭不要出声音，喝汤不要出声音。所以为什么寺庙，正式的寺庙晚上出家人不吃饭，就这个意思。那如果要吃饭，大部分现在有吃，那四点半先要做晚课，放蒙山啊，布施甘露啊，给这些孤魂野鬼啊，然后我们再吃啊，当作药。因为大乘的出家人是要做事的，解脱道的出家人不用做事，打坐打坐，赶快证阿罗汉，啊，不一样不一样。大乘的出家人三更半夜还去助念呢，啊，而且现在大乘的出家人为了要度众生，像我们现在晚上要应酬啊，陪人吃饭讲佛法，啊，不然你什么时候跟他讲佛法呢？你没时间啊，啊。所以那你就要陪他们吃饭，自己不贪，那只是说，哎呀，就像酒女陪男人喝酒一样啊，就像舞女陪那些胖胖秃秃的跳舞啊，为了钱跳了还真跳啊。那你出家人本来这样修啊，众生都是父母，你要强迫你自己去爱众生啊，但是是无所求的。所以我这样讲，我希望各位呢，老实说，我下午去那个教堂，我进去以后我就拍照，所以我们今天在教堂念了很久，心经、往生咒、辨识咒、甘露水，那管理人员都来了，他问这批人在干嘛这样啊？那我说，我们就请导游跟他解释，不是商业，我们是在祈祷啊。我因为我很认真，然后我就啊，那是就在超度的意思了。因为我以前是天主教的神父，所以那时候我就观想我戴着帽子，然后呢，请求圣母玛利亚带着这些亡魂，对不对？
然后呢，或是地上的，或是地下室的，然后呢，跟着圣母玛利亚，看要升天，还是直接去极乐世界。啊，除了观想圣母玛利亚，要观想圣母玛利亚头上有阿弥陀佛，随便他选。但是首先你要让他吃饱，首先你要让他不病，所以你要为他念辨识咒啊，甘露水真言啊，啊，念夜夜呢，让他有衣服穿啊。讲来讲去就是表达爱，爱，关心他。你爱他，关心他，他，我告诉各位，每一个鬼都有他心通，你不用骗他。就像有人问我说：“师父，这个写牌位，我现在改名字的要写哪一个名字？”我说：“你剁成肉酱，他还认得你呢。你写，你写不写？对你，因为冤亲债主哦，难道你改个名字他就忘了你啊？那不是好混吗？”啊，所以我说你写什么的关系，他都会跟着你，因为那冤亲债主，讲到冤亲债主，很多人说师父我帮他写牌位出了多少钱，为什么听说冤亲债主没超度啊，堕胎胎的还在我身上啊？你用一个妈妈的心跟一个观音菩萨的悲心来爱护他，这个叫超度，因为他不恨你的就超度了。啊，然后你观想观音菩萨带着他阿弥陀佛的莲花，他就去了，不难。但是如果你没有悲心，就算你把整部经都背下来念，我在台湾还听过台湾讲什么，念一部地藏经一万二，送一部阿弥陀经都是行情价钱。这个末法的意思是说，念经变成价目表的时候，那就危险了。所以我到日本也有感受到这样，我到很多国家都发觉有这个问题了。大牌位多少钱？中牌位多少钱？小牌位多少钱？那变成一种把宗教当作一种买卖，失去了宗教的本质，是最痛苦的。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居士，如果你没信心呢，你还不如自己念，因为你孝顺，你用孝顺的心替祖先念，念地藏经，祖先好高兴啊。啊，你用孝顺的心替祖先念阿弥陀经，而且你相信阿弥陀佛，你也愿意往生，这个观念很重要。首先你相信，因为你用孝顺心，祖先就有他心通，他就知道你相不相信。而且你自己已经发愿了，哎呀，阿公啊，我要去极乐世界，但是我先送你去。那阿公，那我去那边等你。也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如果你自己有信心，而且发愿一定要去极乐世界，然后你去回向给他，对方就会感动，就会去。所以念下来，同行同愿。所以你要跟阿弥陀佛同行同愿来念佛，这样，然后你的心就可以转到对方那边去，对方会被你感动，这个叫超度。所以韩国元晓大师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元晓大师小的时候，他的师父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有一次看到一只狗啊被打快死了，他就把他救回来，然后在那边给他念一段经，念完以后他师父就把元晓找过来，哎，小和尚继续帮助这只狗，师父出去一下，哦，师父你有事啊？对对对，你赶快念，我出去一下。结果元晓大师念到晚上看啊，狗死了，啊，他也不知道对还错。结果他师父回来了，带着面包，带了去买了奶，就跟人家喂奶了，就放在小狗面前。小狗啊，超度吧，就这样超度了。他师父就跟元晓说：“元晓，狗要的是面包牛奶了，你要让它快乐，你让它快乐，那刚刚你念的经就有用。虽然我想要帮助他，但是狗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一点各位要记住。为什么汉传佛教很重这个？大蒙山啊，放焰口啊，准备一些食物啊，或准备一些漂亮的衣服。所以我们在台湾超度堕胎胎了，我们就会拿奶嘴啊、奶瓶啊、漂亮的衣服啊、玩具啊、鞋子啊，我们都有带一些来，就放在那边。然后呢，让那个小朋友很快乐啊，那很快乐以后啊，哎，为他念经啊，为他，就像我们现在这两个钟头啊，是不是修行啊？等一下把这个修行的功德就回向给他们，
所以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但是宗旨不再超度他，宗旨是什么？你想超度自己，因为那时候你充满爱啊，所以没有对方的苦，你没办法修悲心、修解脱；没有众生的苦，佛没办法成佛。所以众生念佛，佛念众生，因为佛永远感恩众生。所以，因为佛的存在是为众生，所以我想各位最好的方法多去接触。下回我来墨尔本，我看我住一礼拜好了。我这一次来还觉得印象不错。不是，我每次每个地方都发这样的愿，但是我没时间。没有的，哎呀，我说住一个礼拜不要搬家多好啊，然后我就可以去坟墓啊，你们带我去监狱门口也好，不让进去，我在外面念，大医院啊，我最喜欢去急诊处，哇，一直念，而且坐在哪里，我最喜欢坐在癌症科门口，没人敢坐在那边，得癌症也不敢坐在那边，因为怕人家笑你得癌症啊，所以我会坐在那边一直念，为什么？因为对我帮助最大。那个时候我只能用一个心，不能用什么悲心。啊，对方得癌症，那我们觉得很苦，叫出离心。我也不希望得癌症，啊，但是因为你有苦的感受，就会升起出离心，我不要造这个业。而且进一步呢，对别人的苦，你会产生悲心，而为他念。念什么呢？什么都可以，你喜欢念心经，念阿弥陀佛，你念哦，大力度大力度的说哈，随便你打坐可以，因为有对境，你才不会离开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绝对不是自己关在房间念，当然关在房间是个助缘，除非你观想，我现在坐在这边，地狱在我面前，恶鬼道在我面前，啊。然后你要感受到他的苦，所以我现在开始为他们念心经大悲咒，那可以啊。然后再一个重点，我要告诉各位，当你感受到众生苦，谁来超度他？请问谁来超度他？不是你自己啊，如果你讲你自己，你就会傲慢了，是佛来超度他啊。我们对佛的信心，对众生的悲心，我们变成这个媒介点，就像一个小小的镜子，可以把阳光反射到地下室去。那个时候，你就要保持清净无分别的空性，你才可以把佛的力量展现出去。这个叫一心念佛。念佛的对境是苦难的众生，所以你要经常这样练习啊！苦难众生在我面前，然后想到哭最好要有感动哦，要有感应。所以我经常去医院，我都去故意，人家如果带我去看，我就会希望多跑一些，这个老人的苦，那个癌症的苦，那个骨癌的苦，我都把它记在心里面。因为你记在心里面，就像我妈妈的苦，我儿子的苦，我爸爸的过程，我都把它记在心里面，这样我以这个点比较容易修悲心啊。然后不但我妈妈会这样，所有老人都会这样，所以你去想他们的苦，以这个为慈悲心，然后这样来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但是为了要把佛陀的圆满的力量真实去帮助受苦的众生，所以我要专心，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分别善乱。那这个叫空性，空性不是没有，空性是没有我的分别心，只有对佛的信心跟对众生的悲心，这个叫空性。所以就像各位在合掌的时候，这只手代表佛的圆满的菩提心，这只手代表受苦的众生，要把受苦的众生得到佛的加持，要靠我们，我们是那个连接点。所以就像一条血管，我们输血要救失血的人，不是流一滴血在我们身上，我们做那个中间人。但是你不要说等我成佛来度众生，讲这句话叫不懂佛法。佛陀说，你现在有悲心念佛，你当下就是佛的力量在帮助众生。佛陀说，以他的立场，他像太阳一样24小时都在普照的众生，
但是有些众生没有办法接受，但是透过我们来回向给众生，关心众生，反而他得到了。所以佛陀说，当你念佛的时候有这个悲心，十方诸佛皆供养你，记住这句话，皆供养你。还有一尊天王叫，念一下，财宝天王。财宝天王就是北方多闻天王，他有发个愿，如果有人用悲心在念佛诵经的时候，他把世间包括天上的财富供养他，希望他专心念经，不要跑去赚钱了。为什么？因为你在利益众生，所以他叫多闻。多闻就是希望大家多听闻经典，世间所有人都多听闻经典。所以哎，他的咒跟我念一下，要不要发财？好在他的咒很短。多闻天王行走来，嗡，贝亚夏瓦，拿耶梭哈，嗡，贝亚夏瓦，拿耶梭哈，嗡，贝亚夏瓦，拿耶梭哈。那你最好，当你念的时候，最好你变成财宝天王的心态，我要护持所有修行的人、念经的人啊。而且希望他们所念的经整个宇宙法界都听得到，嗡贝亚夏瓦那耶梭哈啊！而且让所有在修行人都不缺财宝。各位，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自己也不会缺财宝啊，因为你为众生想。所以我想佛教的修行法门这么多，特别在大乘佛教，那不离开大悲心为根本。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我希望各位呢最好告诉你身边的人，我现在开始在修行啊，请你做我的裁判。一个人没有人盯着你，不会进步。这个就是佛教的师，老师南无本师，这个师代表你要有人教育你、影响你、盯着你。如果你一个人而没有在没有人在督促你，你没办法修行。所以各位永远要跟十方诸佛说啊，护法善神说啊，请你随时盯着我啊，我如果讲错话就咬到舌头啊，我发这个愿的啊。我好几次没有咬到，就是被针扎在我喉咙，就一直很针很大的插过去，但我不会痛，我只觉得哇扎到针，不要这样，我就静静的啊。因为有些话不需要讲，虽然你好心好话不要说尽，对方现在因缘不具足，不要说啊。你现在说他反而起一个烦恼反弹，对他没有帮助。但是你要授权给这些护法菩萨，好不好啊？你要授权，就像我发一个愿，如果我这辈子再去谈恋爱啊，我就下无间地狱了，然后这辈子呢就不得好死。我要发这个愿了，因为你不发这个愿呢，你就会又开始去玩了啊！因为人不要相信自己，这个叫戒啊。如果你不敢发愿，那就不叫修行。所以，因为你还会伤害到别人，所以针对你自己的缺点，你一定要发愿。你是爱生气的人，你是骄傲的人，你是会批评的人，甚至你是会贪欲的人，你要针对这一点。不过佛陀讲，贪还没关系，贪漂亮没关系，贪才会成佛，了解吗？我们中国人什么不贪，就是贪做功德，对不对？哇，大家出钱，哇，出钱盖庙，哇，放生放到所有鱼都给他倒下去了，啊，贪可以成佛，但是有一种不能成佛，就是嗔不能成佛。你如果脾气不好，这是最大的忌讳。因为生气就是舍弃对方，你就断，你一生气大悲心就不见了。所以慈悲最大的敌人就是生气嗔恨。所以各位要发愿啊、哦、那你如果要改变这个习性啊缺点啊，你可能要跪在佛前，佛陀啊，我如果下嗔一生气啊，我就下无间地狱。你要敢发，各位要不要，敢不敢啊？但是偶尔还会生气，但是佛陀还有交代，佛陀很慈悲的，不中第二支毒箭，意思说，当你起了一个嗔恨心，哦，
知道错了就停下来，不是不会生气，叫不中第二只毒箭。就像你看到一个美女帅哥，看一眼不要看第二眼，不要再转过去，那你就犯贱，对不对？哪有不美的，就是美啊，就是好吃啊，啊，就像我这么喜欢吃豆浆加鸡蛋啊，现在不能吃，这个母鸡好可怜，是不是啊？这个母鸡一直生啊，小鸡没有几秒钟全部染成肉酱，公鸡啊，母小母鸡就给它剪嘴巴，开始给它打针，赶快让它再生，生了八个月全部把它卖掉。一只母鸡生了八个月，它后面还可以活，那个时候是少女而已，因为鸡可以活15年哦。它大概八个月就被淘汰了，淘汰一只剩下多少钱呢？你们这边澳币差不多1.2块，1.2块可以买一只为人类生了这么多鸡蛋的母鸡。所以我师父说，你救一只公鸡哦，你还不如救母鸡有功德，因为母鸡乳牛对人类的贡献最大啊。问题是没地方养啊！啊，我这个月要出国之前，还有个居士跟我说：“法师，法师，做一个功德，我20000只鸭子给你。”我说：“好哎，不要钱。”问题是20000只要养哪里？不要钱，为什么？他们要淘汰一批母鸡、母鸭、母鸭。他说不要钱，你们自己来搬就好。所以各位要有福报啊！啊，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所有被杀之母鸭。嗡啊吽，好，各位养成一个习惯，你提到什么，你都要记得对他慈悲。啊，不管你提到哪一个生命，刚刚我在房间一直查电脑，第一次世界大战。澳大利亚的人死了60000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澳大利亚的人包括平民死了40500人，所以赶快写牌位，希望这两天的法会对他们有帮助，啊，所以乃至澳纽战争、澳纽战役这边有庆祝的吧，啊，那一次也死了，澳大利亚人死了8000人，纽西兰死了2000多，整个那个半岛战役死。连这些军队死了17万人，但是各位你要把它记在你心里面，为什么？一直回向给他们，一直跟安慰他们啊！所以有机会多到有苦难的地方，多想有苦难的事情，因为这样对你修慈悲心有帮助。我今天这样说，我是发现因为有很多居士很喜欢念几遍很认真，但是忘了悲心。如果你忘了悲心去修咒语金刚萨埵，你忘了惭愧心去念10万遍，反而会让你骄傲啊！你忘了真实要消除我慢，承受众生苦去礼拜诸佛，你拜的越多越让你骄傲，这一点会有伤害。所以执着任何一个法，这个法就变成毒。比如说你很喜欢念佛，但是你看不起人家念 Om Mani Padme Hum， 你是个佛教徒，但是你看不起别的宗教，那这个宗教变成你的毒。所以《金刚经》说：“佛法非佛法，名为佛法。”为什么佛陀要这样？就是怕你执着。你执着什么，那个东西就伤害你。万法就像药，我想我们洗衣服就好了，脏的东西我们要加衣服。一加洗衣粉，洗衣粉就是佛法，最后搓搓搓搓搓干净了，请问洗衣粉要不要冲掉？你一定要把它冲掉，你的目的是衣服干净，而不是洗衣粉，不然我就干脆把洗衣粉都放在身体，你就不会脏了。所以任何一个佛法，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小乘大乘密乘分了很多宗派，请不要执着啊！你一执着就出问题。哦，我是某某上师的弟子，我是某某法师的弟子，我是某某法门的。但是你听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方法，你已经失去大乘佛教的资格。大乘佛教帮助众生离开痛苦、得到快乐的方法，不分宗教，一切善法都是佛法。
法门无量誓愿学。当然我在哪一个宗派是以这个宗派做学习，目的是要对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法门。比如说你很喜欢念阿弥陀佛，非常好，那对你来讲每一尊佛像都变阿弥陀佛了，一样的尊敬，那就对了。而不是说我只有看到阿弥陀佛就欢喜，看到那长得蓝色的不欢喜。因为我曾经去一个道场，我要带他们念药师经，他说师父我们这边是净土宗，不念药师经。我说天啊，你们这个观念呢？他说是要这样，要钻不能砸。那你看我很杂咯。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小心啊。药师佛阿弥陀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显现，莲花生大师也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显现。但是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像这边有五个门吧，四五个门，你从哪一个门进来都可以到这边，但是千万不要堵在那边，其他门都不能走，只能走我这边。你已经障碍到别人，一个已经走到里面的人，他会觉得好多门可以进来，要不要爬窗户也可以啊？因为你已经看到真相了。佛法的目的在哪里？修一个清净心大悲心，法是帮助我们成就佛道，帮助众生的，所以什么方法我们都要学。我发觉很多人，包括我有时候在跟他讲话，他还在那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我还没有念完十万遍啊！我说我刚刚讲什么，我怎么知道你讲什么啊？他没有吸收的能力，他有执着一个我，那就不行。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交代各位，千万不要为了修行，除非你要出家啊，你千万不要把修行当作压力。喂，我要上班，我要修行，哇，整个抵触到了，啊，修到离婚，修到你老公抗议，那你没有在修啊。因为修行是要用在对方身上，善待对方。今天你突然在修行，一直闻着来了，你赶快停下来，蚊子归佛，蚊子归法，你先照顾他，那叫修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机遇真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无法好修尽化一毕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无有眼见心，愿我能以无边大誓愿临诸有情一同成正觉。
只生生世世中获得居住记得至善居。愿我出生离机遇真法具，犹如离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真法。愿我无法好修净化一毕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佛法，离苦得乐。